台湾天堂5566由孙协志、王仁甫、许梦哲、王少伟、小道组成，但至今团体合体却都独缺王少伟一人，甚至先前举办演唱会也都不见王少伟的身影，让外界纷纷猜测团体是否不合。然而今日王少伟也首度公开不合体的原因，他先是表示如果要讲清楚，可能讲到天荒地老都说不清楚，借由节目隆重的说，因为我个人低调，怕太红，怕赚太多钱，所以没有办法合体。不仅如此，王少伟更透露私下都有和团员保持联系，关系依旧很好，并没有不合，亲自破解网络传言。Bye.